人家马克都这么阳光，都变成威蒙先生了。真的，东西啊！他从他家骑到那个后里或那个呢，后里或三义呢？干，他怎么了？我哪知道啊，阳光了。阳光宅男。他应该先叫蒙，威蒙先生。威蒙，对。怎么办？到底要不要跟马克骑车？去啦！对啊，你们要今天啊？对啊，你们可以骑协力车啊。他自己就一台那个捷安特哦，要放在前面，你把你的电脑要自己关的哎，看他那个讲坏了，电脑也要换的，你把你的电脑卖给他，干他970哎，比我还好，是哦，你现在38X吗？我是那个280X。280X 280X 跟480也没差多少啊，480真的太弱了，1080的啦，480真的太弱了，妈有什么鬼岛价格快一万块，对啊，我们先打前面这波吗？四个人的强度，哎，三个人的强度哦。八里走的，因为八里走了啊。或者八里的声音那么像小老婆，差很多，真的。是哦。对，就是要变的。不要被他骗了，是萝莉控的时钟，不是？啊，萝莉控的时钟，始祖让我想到的是吸血鬼，哪是吸血鬼？克鲁鲁大人，谁呀？克鲁鲁啊，吸血鬼的始祖。哇，看到了，又没被看到。没关系，看到一下是正常。你光头看不到。把资料弹打在敌人身上，他会发现。会啊。会吧。不知道哎、欸，不过。
真好忙，别跟虫一样一直在弄干。哎呦！站起来都会怀望去看到了。走走走走，被发现啊！被我发现了。法力也会照吗？法力也是会照，对。难怪会这么快。他等太多了。拆掉啊！我在想，怎么跟飞的？
然后想怎么那么软？我想这次怎么办到的？我怎么都没有怎么输出，然后就死了。We're 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根本不用控场，要来再控一下啦。丢丢两次法拉而已啊，就心情好丢一下嘛，就是意思意思这样。反正还可以打到两把小枪，掉小枪的几率是多高啊？超高！难道我掉了一个孤星手套？我刚才一场三把，超强，我还可以做什么？Look, we're getting reports on increased cleaner presence in Hell's Kitchen. Something's. 我现在狙击还是要让他天赋都要打开。I bet my ass. 我准备上去，电力不够了，还是输出还是太低？那个先留着，等到好一点的狙击枪。We're setting up guys over there ready to breach, but.I'd rather you take point on this. 好一点，狙击枪那个炮头伤害，你不能要求二八的，然后不要。Nothing personal, agent. Just think you've got a better handle on it. 啊，结果你为了那个电力狙击，晚一点再看那一把 M1A。对，哪个那个直角啊？那个强化灯啊，他的那个灯伤跟那个点伤不一定的。来了，哪个一样？我说你那个强化灯啊，我看人家在讨论那个的时候，都直接说15%，没有说电力影响。哦，直接增加15%，对啊，受电力影响。不知道受电力影响，可是因为没有人会说，没有人说他是电力影响的。我恨。知道火车了、欸，要躺平了，躺平了，给他，我原本要颜色他的，哦，我想讲你不填具体啊，你填香港，想讲你填具体啊，再枪毙了，反正枪毙的不错用啊，啊，敌人点还歪一下的，歪一下。欸，那个贺主力是怎样？主力就会把敌人打歪啊，是哦，啊，就是让你单方面的打他，能爆？哇，哪个就想到这种东西吗？哦，没有，而且你的对象不是小兵，单方面的打他吗？能爆，能爆了。党员，党员就已经放弃治疗了啊！党员连强暴人家能力都没有啊！然后跟肥仔，该不会？他是猥琐了一点。
近吗？没有感觉啊。看这两个直接被秒，拿下杠啊！啊！对，我发现，哎，我又开了一次挑战。巨人拿散弹枪，Intercepting hostile radio traffic， 就是要制造那个多重标记啊！最终护膝，十眼术法。哦，这个是莫名其妙的装啊！哦，这还有一只拉武器啊，在这边就对了。哇 ，L86 哎，好的呢。哇，乐色、啊。三发点放 MP5。有这种东西哦、喔，有啊，可是那个点放那个射速真的有点慢嘞、欸就是，不很快的，800，就是它上面写很快啊，是那三发多放很快，可是中间会停顿这样，因为是半自动，而且好像不能叠头，我记得是不能叠头。哎、欸，你那个不是三发点放吗？三发点放，哦，老屁股，你那个。
那你的那个枪管是什么啊？什么枪管？是这个啦，增加暴击几率的。然后哇，又被水平破哎！另外一个是水平稳定度啦，拿着用好了。至少暴击几率可以拉上去。可是这把天赋很好啊，留着用看啊，搞不好很好用。有没有死眼术吧？啊，属性不好。哇，这个属性这么好，干哪个属性？火罐吧，原来要配火罐的。枪套，看看，三个七配那个干，哇！哇哇，这有点夸张欸，他说是卫哨或是其他就好了。哇，不惯哦，只是换弹快而已的，要配三件出来。可是我两个火罐也没有特别那个。对啊，我还是要偏谋略，或者是看有没有突击者。我有三个七百多的火罐。是啊，看谁要了，干走。哇，这个平均型，你就在那个，我的武器啊，哇 ，M60 耶，你怎么看他数值啊？我爱上哎，86。你怎么看他数？哦，到了，拿到了，86。我先来当一下阿尔法，阿尔法是就。对啊，有人干我、哦。M60，你有被干到的感觉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有人干你呢？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Pronto. That way. Thank God you showed up. We're out of our league here, and that's the goddamn truth. Wow, this is if you want to go down, then you can't go down. You want to go down, then you can't go down.是我已经无法满足你了，这样。Roger that. Oh, good. This is your cavalry you're expecting. 可是下去会有一套1.3的装哎。假的，阿尔法。剑呢？阿尔法或者是阿尔法会掉，阿尔法好像都会掉，因为开拓者了。每周额外奖励。对啊，每周也有。下去怎么打、啊？不知道。阿尔法是怎样威？阿尔法是两把，你要装备两把一样，就是一样的枪，比如两把狙击枪，然后他们技能可以互通，这样。哦。还是能有启动的话，他们就可以动。第二把再让你先补好这。这不能重来，这等老屁。啊？真的？嗯。我想说，怎么都没办法传过去，原来你们挂了。挂了。怪，这是老屁股 carry 全场的好时机，有吗？
都丢垃圾。一脸啊，感觉吗？喷火的也太靠北了，可惜呀、啊。他怎么这跑那么快、啊？对啊，哦哦哦！我以为打完，闪远一点。他都没有把子用。来电了。又下起雪来了。
哎呀，这有人开过了。Intercepting hostile radio traffic. 我球还没吸地板。要装背包吗？是需要，没错。230应该有很多地方需要换。哇，这个好像其实还有点尴尬，万一其实还可以，丢出来吧。这个暴击几率的弹夹谁要啊？看老 PP 要不要啊？他不是那个不需要射速啊。哦，也是的。我不知道那种单发射速的不用、啊。反弹枪可以加射速啊！反弹枪可以加射速。乃哥，你枪套用会上那个开错吗？对，我枪套是开错。这个还蛮烂的。751750的话，那这就没用了、啊。这都走600，而且还有一个是650的。这个至少比我现在还好。那就先把它换上去吧，反正我们也要伪上。我们太窄了，这太窄了，用的枪好像快顶了。哎呦，主要小灯就好了。我试看看暴击几率这个有没有比较好。暴击几率。8%暴击几率。哦，我现在暴击几率到23.5哦，对啊，大概20%左右 OK 了，要扫描可以到60%就顶了，有超过20出一点点这样就可以，然后其他就称爆伤啊，跟爆头伤害或破甲，我爆伤67啊，爆头300啊，对啊。爆伤再把它拉上去，你爆头应该够高了，还可以再更高了。然后看到人家爆头360，我不知道怎么弄的。啊，你看得到？没有啦，我说别人啦，就是参考别人的配装。爆伤看有没有办法拉到100。我那慢慢来就好，你现在输出应该也够了，只是还可以再往上拉。
put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应该 F1A 什么技能？我看看我刚打的 L 八六。哇，怎么准确度嘞？干，这把还 OK 哎、欸，凶残恶暴，准确度提高48%。各中翘楚，脱离战斗后第一发48%的额外暴击，有点悲剧啊！驾轻就熟，使用技能9%，五秒钟。感谢使用技能跟练功，那他有一个嘞，三头六臂，强化操作能力14秒钟、啊，拆掉拆掉，也没有了三头六臂。其实我觉得那个都用起来都不是很直接，就是就是喜欢硬干的，是这种是直接发动，都不要什么开技能再启动这样，大棒直接捅进去，对啊，到流血破皮，对啊，对啊，撕裂伤啊！你看人家就是什么准备都不用就大棒，你还在那边撸到变大这样，来不及啊！感觉形容真的有够脏的。你们两个是你讲的吗？还在撸到变大，那个就是大的。看，我也没讲错啊。哦呦，我装备，等下我冷气。对。都高哎。啊，这个闪兵 SVD 嘞，我看一下 ，SVD 它是那个伤害，它伤害比较低一点。可我印象伤害跟我差不多啊，啊，可是它弹夹，弹夹是10个啊，我现在20个啊，射速差不多啊，技能嘞，天赋一柄万全准备，还有一个什么，关键时刻，好。我觉得还是你现在的比较好吧。对啊。老 CB 都打不到天赋好的、欸。我没有听到里面两个双爆的。对啊。奇怪。哦，一句用光了。真的。不小心抽到那种。差两点就顶天了。You're 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老 BP 进来哦。一瞪来哦。我直接装了。装了。丢了！要帮帮！不能闯。Thank you.
贴脸链。贴住住。哎呦！我听到奶哥的梦想。干嘛？想当贴住住吗？奶哥，你什么时候被 FBI 抓走啊？靠背。你硬碟记得销毁啊？他就是手机哦。哦，快被发现了。八千。过来了。被刚，后面有人刚我。你们固定都有两只狙击。这一枪就死。先别杀，先别杀，给奶哥杀。没有没有，我、哦、他那个先杀了王就出了，他那个技打到直接死的、欸，我操！直接死的。Intercepting hostile radio traffic。下午最后只能打到89而已。
线。我是黄的啦。三讲中英文，我英文不好啊。没有啊，那个哦，先放下。没有啊，这个是你好。完了，啊，免得怎么样？免得再给你，也上不去，走吧。那你什么时候租好？你们都好多啊 PK 哦，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不能够黑的就好。我想说你想干什么？哦，我靠，无切的，我感觉这台可能爱整理一下，不太亮啊。我安尼规日底下，有啊，我好水啊，今晚安尼22度呢，我觉得这样有点，应该要开大概25、26，这样有耗电。是啊。降刀。差不多。差不多。看不到一面啊，在那球球弄不到。心情好啊你。哦。好啊。好。好啊。阿爸那球慢慢照出来。录了。哦，好像直接就排好了。这不是我用的。嘿，别看，没见过。你哈气了，给你困。是爱管，我连这句也学得很像。哎呦，我BB你的内红点啊，就很假的，就画面。小咪，你我靠！你讲起码我咧搬，我要暴力暴伤就拉上来了。好，我说实在他 OK 啊，需要就是大一点的空间。We're 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36号破甲. You're 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That way. Thank God you showed up.
We're out of our league here, and that's the goddamn truth. 讲的保值机应该上来了吧？那红点好像没办法装哦。哎呀，这枪才可以装啊，不是没本事可以。哇 ！Captain， yeah， they just got here. Roger that. 我连续打到两个一样的，我就丢一个出来。There's some deck cord over there. Whenever you're ready, we'll hold position here.怎么害羞啊？怎么害羞？怎么把脸遮起啊？那个怕被颜色。好嘞，不要脸色。就在那里给他炸。在换机。在灯罩身上的装啊，这武器怎么办？看到一个点在那边跑，这也太小了吧！可以船用船的就好了。哦，看到那个点突然往下掉了一小格，我觉得他躲到那个地道里了。那应该在垃圾车那边往这边跑。哎，他船上来了。为什么可以重叠？对啊。对啊。我装内红点没办法，他的伤害太低啊。内红点。都会提升暴击，可是伤害太低了。
为什么会提升伤害？你那个是因为准确度的关系吧？因为我应该原本装的这个十五倍比较好。你那个十五倍加什么？看一下啊、17.5% 爆头 ,17% 准确度。哦，你有加爆头。对。爆头那我就不太确定。还有那个准确度会灌水啊。对。你有听说过那个武器加准确度会加 DPS 的吗？就这游戏。有啊。你怎么算的？你算给我看。哎，我打得变准了，然后伤害变高了，这样。对啊。弹啊！百年难得一见的打法，换步枪啦！
浪的背心的。对，好狠哦！哪有？我没有举枪，我直接腰射哎。都没有绿的，记得不会天天出啊。我出了，但是浪人怎么办？看我都没有出哎、欸，怎么会这样、欸？我被假离掉啊！你被捆了、哦。没有啊，如果要跟马克去的话，就是我要放马克鸟吗？我上面跟他讲啊。我是用吸的。干，好爽哎！哇，这个还跑硬了哎。可是，虽然也不是最好的啦。吸他鸟就跑硬了。你很脏哎。火硬的，火硬的，好像有点怪怪的状。干，他就出这种了。浪人欸，干，位置丢的真好，太靠近就变成那個，哇，这好硬哦，好硬的浪人哦，好硬的浪人，我看到其他嘞，哇，我是真的还不，真的好硬哦，不错欸，穿浪人装，看这个如果出在其他上面就超强。为什么是出在浪人上啊？怎么都好、啊。他什么？他想到底在烦恼什么？我觉得他每一场都让你看，我在看什么？因为东西掉太多了，哇！太会喷也很苦恼、哦。在爽什么？我看那个马里奥。Hey, looking to buy？ 来卖点东西啊！很多东西啊！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Warning. You are now leaving the safe area.
车，对，爆炸了。为什么？会打他会被炸，你们真是炸的。会爆吗？会啊会啊，你们说你打他会爆了，不晓得。哎呦，老屁屁怎么突然跑这么快，吓到我了。加速世界，真的加速世界。他伸出一只车。他怎么伸出一只车的啊？好厉害啦、啊！很高吗？那个五十零一样，可以从裙子底下掏出双管子弹枪。高吗？像我的被忏悔吧。然后说掏一些奇怪的东西。老屁屁，你透露出你的年龄了。看那个很少在播，好不好？超久以前的东西。对啊，几乎没有看到几集，都深夜在播。深夜。看着好像也都深夜，干。脏。喂。看人家臭皮啊，臭皮官啊。掉下去，是贴在墙上的。啊！我准备干掉了。电力有加强吗？没有，是哪个盖盖上？终于有绿色了。我的，我跟你说他好，他死掉了。狙击手打了。
部都狙击手。在站他超远的地方，有两个，我还没接过来，快死！两铁字瞄准狙二，好特别的东西哦。对啊，那个好特别哦。让人背包。因为 PC 六。好的、欸，那么烂，都是黄的，都是武器，没有一个好的，这散弹枪都不好。不是啊，打得快哦。打太快了，他那个绿装都有 CD 时间，你现在 CD 还没完。干，还有 CD 吗？哇啦，回邮局卖东西的。Check in with Entry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Alert. An agent has left your team. My cry. 为什么有人回邮局，整个不见啊？我按离开队伍啊，他就会跑到旁边的安全屋啊。好吧，一直可以。超懒的，超懒的。那作者到底加多少伤害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然后就是有加伤害，有控场，就稍微回控，真的很强啊！你那个好。刚刚一直爆、啊，然后你现在再来这个伪造化，蓝海飞天呐、啊！飞天小子，哦，你看那个什么，看打一发爆头55万，干，那超夸张的，我刚看57万的，超夸张，57枪57万就死掉，还得了啊？哇，好爽！新机枪加准确度有屁用啊！欸、其实是我标头让你们爽呢、欸，你们射速比较快、欸。其实没有标头，射速也有20万啊，只是有标头更爽这样。OK， 照你们输出比我还高、啊。你要打出一发500万呢、啊？我们打10枪才，我一枪100万、啊，你们一下子就把我干掉了。就那个技能，连那个装备，应该那个武器的技能，还没有把它拉上来。对啊，也差一截嘞。我们是刚好是那个哎、欸，金的，全部都致命武力加破坏之王啊。啊。这、欸、好可惜哦，我们百步穿杨哎，如果是稳定度也可以。我看一下，看那个网络上他们在配啊，是五位少一鲁莽啊，也不是鲁莽啊，五位少一个那个残暴手套，然后拿204的 F1A 吧，还不是拿229的，拿204的，暴富就有到300万。
哇，干！我好有看到那篇呢、欸，就是那边在讨论卫少狙击爆筒伤害到多少，他刚好大，对不对？有人说500万，然后我觉得500万那个太夸张了啦，300万可能有可能、啊。不过那个300万是只有电工扫描，然后有掩体的状态下。我要把卫少背包火力换成电力吗？看你啊，你可以换啊。但我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只看到火力吗？因为不换的话，我现在没办法开技能。嗯，还是会比较建议你先压着，然后不要去开那个技能。对啊，你要想办法先留着、哦。好吧，留着。你要找到那种是活体在用的技能。活体啊，致命武力、爆头伤害啊。哇、哦，这把军规放下去，伤害可以到170,000呢、欸！哦，我要飞了！军规啊！可是这个没有技术高超，我的大绝，可是我感觉大绝只能开一次啊！为什么这次这么大、啊？我看一下，因为准确度啦，应该是因为那个准确度那个电波造成。对啊，这个电波，可是伤害应该差不多。对啦，差不多。打那个稻草人、木头人，伤害都差不多。木瓜。稻草人是那个魔兽世界那个就是，就叫稻草人。反正伤害微微的高一点点。微微的高一点点。我为了高一点点，还是有高一点点的、啊。破坏之王，你觉得破坏之王好还是对精英有名字的敌人伤害增加14%？那个就应该就是老屁股想要开的技能吧？啊，刚好在第三个技能，就是精英伤害14%。那个不是要2200的电力吗？因为我在第三个技能直接开。哦，第三个技能。他、啊、那个不知道怎么算进去。对啊，篇文里面说卫少他大部分都称爆头伤跟那个暴击伤害那种，暴击率小称就好。We're 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他爆头伤称到360位，他武器上面那个应该也是爆头伤。那还有哪边有爆头伤啊？哎、欸，对哦，这样就差不多了、欸。那个谁啊？那个中奖不是已经300多了吗？300多了、啊，然后再加一件卫少就多20，然后再多一个那个武器的爆头伤28。哦，他可以拼成那种半玻璃大炮。他狙击本来就是玻璃大炮，如果你想走狙击，不是本来就玻璃大炮？那有机会，然后再一个爆伤，加28%。为什么我这个涂装叫做隐匿蓝色涂装啊？这个是地下打造的、欸。是哦。是吧？我还没看过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把布置一样的、啊。这样蛮好看的、啊。不要给我。哈哈哈哈我的穿在那。那个蓝色好像是那个线条的颜色。好烂的。那是别的颜色，有红色，有绿色这样子。你开拓者的左边枪套有背那个一贴。我配的、哦，这边有一个荧幕啊，哪里？哦，真的、欸，我这都没有吗？没有哎、欸，只有你有。开拓者还有灯呢、欸，后面背的东西很奇怪，我绑一块火腿在上面。开枪里面的会直觉到，
这样贵。我的手刀看不出来要太多了，没有明显的那个颜色。手套都很难认吧？对啊。我没有洗啊，我好像打到一把 LV L O， 好，你们看好了。L 什么四个的步枪的嘞？对，破坏之王 L I， 破坏之王，然后打到 L O L I， 破坏之王什么啊？破甲吗？破甲是九趴，破甲，你自己看一幕。我现在有点忙，没办法看。五伤四趴，我还是用冲的。你们在打啊、哦？哦，所以在打的时候你不用等进来哦。你现在是可以进加速啊？我以为你们也在那个卖东西耶，没有。那请问前面这波可以先打，可以打的先。不是啊，我先来卖东西了。卖完还顺便改修，干，稍微下一下。对，太窄了，改成枪娘。你看我的 PCP 又长大了，这样。改成然后讲。我记得有啊，我记得 DM 不是有吗？玩花舞的，那是不叫枪娘啊，叫凤娘。他不是还有什么是吗？还有那个 P90 的人话有吗？哎，对，这游戏怎么没有 P90 呢、啊？哎、欸，对，这长得这么奇怪，很多游戏都很喜欢这把。P19 都有 ，P90 没有。哎，一把跟 P90 长很像，跟 PM 打不赢的。PD 哦，对。PM4 有。未来会增加吧，那个用。我怎么被你挤进箱子一句？好啦，就等着他讲啦，就缺你一个了。拿不定主意吗？你话说你画面又没开，我看不到啊。哦。看看。你刚刚应该是断线，对不对？没有，我把它关掉。我想说你们在打，所以我就那个。啊。36C。我看看。LBA 哦。零负骑士哦。还有最下面是什么？一个是爆伤28%，那个技能强度9%。爆伤啊！爆伤吧，技能强度9%。可是这个有破坏之王。一万，你那个洗过了吗？哇，没洗啊！你可以把最后一个天赋洗掉吗？因为没有你，我想一下哦。他那伤害差一截。你现在差不多2万，对，一趴差不多是200-250，9%。差不多2000，所以就是2700。
在六系洗过了，对不对？好像有。有 O 的话，看那个最后一张，我把它洗成爆头吧。对啊。对啊，还是爆伤，爆头。他的基础伤害不高哎、欸。对啊。对啊。像不是都10K以上？他是那一把本来就那么低吗？还是？对。那我因为他的武器，对啊，他武器有一个那个区间。啊，好像每一把武器的区间都不太一样，这一把可能是射速快，然后伤害比较低的那一种。随机应变，随机应变就随机应变了，对，不用考虑。十公尺以内，可是我都打十公尺以外啊。十公尺以外，你有狙击枪啊，你不会拿这把打、啊。哦，好吧。对啊。不会像我。之后你还可以再把它洗成其他的。如果你真的不满意那个十公尺以内的话，对，三心二意。ACR 这么多枪、啊，对啊，你这么多枪，我很多枪啊，都还没卖啊，还卖卖啊，都不知道卖哪一把、啊。要看那个两个技能没有很好的就卖掉，好的就卖。有两个技能好的也可以洗，被卖了，这卖掉了，把低伤害带低。嗯，不是准确度，稳定度。这把还少一个枪托嘞。哦，卖掉。ACR、欸、暴击几率，暴击伤害。把就剩上面那个切不好。你第一个川流不息，如果可以洗掉的话，这把就很好。对啊，这把步枪比你刚刚那些步枪还好哎。洗歪了。没关系啊，多洗啊，然后每一把都试试看，也不见得一定比较好，只是感觉上。肯定比 ACR 比较好哎、欸。它的伤害也比较高，射速慢了点。不怀好意。不怀好意啊！啊，干，它启动不了。启动不了，那再洗一次。不怀好意，这个还要生命值全满哎、欸，我是觉得、啊，而且暴击加14%其实没有太多，你已经23%了嘛。加扫描下去的话，你已经顶天了，所以不用再加那14%。只有什么残暴打击啊？残暴打击雄厚，好不？哇哇都没有，一只狗怎么？我是打一打弹夹会全满，不太需要啊，不太需要，我觉得，所以这四个也都没有好的。哇，你没捡啊？哎、欸，要飞石。要 faces 点数哦。对啊，很贵，要不然你以为我干嘛刷它？先放着好了、啊，之后再回来洗啊。那个战术，哇，破坏之王外面还有一个剧烈冲击，剧烈冲击什么？这把武器确实是204。哦，它是204，204直接拆了。到很高，还有 M249 很难打远的，因为如果你用过 L86 的话 ，M249 比 L86 还要难压。嗯 ，L86 如果你觉得 L86 已经够飘 ，M249 更飘。对，对 ，PK74 也是感觉飘。870，八七零，哇，没用了，这两个技能都没用，对，三个技能都没用。应该也没用，204的直接卖掉。哇 ！AK 哦，哇！感觉要洗毫不留情哦。对，他那个地方如果洗出那种第三个技能嘛，如果洗出那种天赋需要开的，那就可以直接打开吧。嗯，第三个技能都不需要，就是必要条件，就是。就算是需要电力的技能，摆在那边会直接打开的。哎、欸，对啊，那时候我技术高超，怎么开的？高在第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洗洗看。我 AK 其实好像是比较上扬比较强，就是比较会上飘一点。好吧。我玩 T 五伤害12.6K，、欸、这 AK 刚好高、哦。对啊。一般步枪有10K 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好用。射速比较慢。
只是可能远距离没办法像个 G36 这样一直压着打，要点射吧。哦，还是把它卖掉也可以啊。哦，残暴打击，一丝不苟。就最后一个技能要洗掉。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对散弹枪来讲，24发几率立即恢复弹药中有没有用？好像有吼，就不用换弹夹。弹就是大伤害，然后弹比较少，不用换弹夹。直接来打看一下。上面的靶，你上面的靶是什么？哦，你如果用那个天赋，你的那个配件就全部不要选弹夹，全部选伤害的，就靠着24发来恢复发子弹的，棒。鬼放，名副其实，驾轻就熟。然后这把比较厉害哈、哦。没有哎、欸，应该说这一把都要使用技能后才会发动。啊，你的那个，你的另外一把就是26这把，那个爆头伤是，所以就是永远都是发动的爆头伤加25%。只是缺点是你这把的伤害就基本伤害比你旧的那把再稍微低一点。那、啊、我不知道你配件挂一挂这样比较好。他这把贺族好高哦。哪一把贺族？啊？没有。哦，贺族280了，怎么搞？差不多。要不要一个顶天一个顶地这样？你可以试试看58.6这把啦，因为右边的60都不太确定。哦。哦。你记得吧？那个女的买的。我知道。然后你发现她帮我写两个，一个是眼睛光明，然后一个是身体上的健康。可以随便两个风格。哦。你有没有别的？哦。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个爆伤爆率的哦。弹夹也可以的，弹夹容量跟爆率或武器伤害。我刚才讲说他有那24%的那个弹夹恢复。装弹。哦。在7%之内，就是弹夹一直全满，根本就弹夹。可是他这样子要几发打，我不太确定。这个真的要打，因为我很少在用散弹枪，我就不知道。我是因为有那个天赋会打不完，因为我没有那个技能呢、啊，是我用天赋去挂，就是打头的时候会有几率回子弹，而那一发没有效，就是那一发不扣弹了、啊。对啊，啊他这个散弹枪发射几率蛮高的、欸，他这个是打的全直接全满。不知道怎么算呢、欸？是算一枪吗？还是算每个弹？没有，要击杀。哦，他要击杀哦。也要击杀。哇，很难呢、欸，就很难。不过他本来就挂着那个打头啦，他打头不见得会扣弹嘛、哦。他有挂那个、哦。对啊。有没有13、13、13、13这样？好像比较飘。哦、还是要现场打才会知道。那两把是同样的枪啊，会啊如果会比较飘的话，应该是配件的关系吧。稳定度、哦。因为我记得你另外一把是没有加稳定度啊，你另外一把是都增加暴击率啊，武器伤害是加的蛮多，可是他要使用技能。其实我不太确定。就变成说10秒之后，你就要等。这把散弹超好的，丢不掉了。爆伤爆头准确度，完美哎、欸！那就先把那些卖掉吧。其他的打的爆不了。马里也在看，大家在看他的手表。哇，好多钱！应该是奉享比较多吧。我把武器拿去拆成武器套件，因为我在队伍里啊。对啊，加入就好。
A new agent is joining your team. 上帝模式，可以随便。God mode。怎么办？将要放生马克了。马克好阳光。那时候我在拯救纽约。他们前一阵在玩世纪耶，哪个可以加一下？玩什么？世纪国。我都被电脑干。世纪国都失血了。HD 版哦。就玩英雄联队啊。英雄联队我没有买啊。马克好像有买。这蛮好玩的。算是客球杀的。客球杀。我知道内心浮现的是一只萝莉。客球杀也好哎、欸，我还觉得西部比较好。我是那个学生会长。真会炸！哦，哪个人那个头好光哦！我带点。右边来，为什么不能贴中间？ Intercepting hostile radio traffic。我的狙击竟然只剩13发。阿爸，那等下只好靠小枪了。还有散弹枪啊。打一般击不帅哦，
个大局刚好 CD 好了，我看他走贴的有点近。大局怎么打这么快？对，你大家想这样打一颗散弹，大概多少？知道，我看不清楚啊。哦，真的假的？因为太多了啊，太多了。因为其实还蛮准的。对啊。这种王头又大颗。快要射击，头超小的。对，在这他们。让他大二一晃，这样子，这样小头足不就超强的？看都是热色啊！假的，都热色，没救。嗯，越看越伤心。哎呦，有一把可以直接致盲啊！14%几率致盲 ，SIS，SIS SIS 是酸刺哎、欸，都没有弹爆猛击，没有都没有弹爆，有奋不顾身要不要？就是啊，就是，那、欸、不是防弹衣用吗？鲁莽啊，对啊，人要电力配件啊。丢了啊！哎、欸，我怎么捡到电力配件？身上一堆电力配件。36G要怎么用啊？怎么用啊？那我看看。哦，又缺一个，好烦。烦恼哦。今天都没打到那个、欸、任何开拓者的装备、欸。有啊，丢给你，放不掉。真不管没用。这边有个弹药箱哦。来了。We're 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We're coming up on our boys at the breach point. Check in with them for your entry. We need those cleaners exterminated. Pronto. Thank God you showed up. We're out of our league here, and that's the goddamn truth.好，这把吸血的，很需要吸血啊，有些很少。Yeah, we just got here. 你那个吸血真夸张，爆一下吸多少人？到哎、欸，可是那个我在喷我的时候，我可以跟他推车这样，当我没子弹我就倒了。那你爆一次20万嘛？有这20万，这样多少？会是3%哦。哎，好少哦，0.003哦，没有0.03而已。三。Looks like you got those comms back online. 这蛮多的，这蛮多的，还是蛮多的。2%12,000。啊，20,000是建立在只有我自己扫描跟那个。哎，你那个扫描加那个岩石伤害超大的，那么大。再加上那个卫士的接头，再加上你这个火弹，我们这个打一发就回10,000了吧？这差不多400,000、50,000啊，差不多。我们打的是16万。
说那个老兵丢的怎么会丢这么深啊？我有丢球，只有丢一次啊，刚刚没有爆吗？没有啊，有爆啊，他一直爆到里面去了，怎么丢到那么远？那个球如果他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直紧张死，他一路上都找到死，紧张死。嗯，攻。这是喷火的还在？喷火的还在里面啊？我错了。升天！一个一个人要长那么大只也不容易呢哦。然后头要很小，你不能抱我头，这很奇怪。这些爆头判定算松的，人家那个 CS 比较倒我的中心啊，光倒车也都没比他大。那个爆弹之神，他那个子弹从他脸旁边插过去，都瞬间伤害多300发。他脸不行啊。看他头动来动去很难打哎、欸。对啊。所以狙击很需要技术，加油，阿翔，你行的。清那么快，技术还不好吗？啊、好了好了，很好 ，very good。到后面了，破地破。Intercepting hostile radio traffic. We must protect Dragon 1. Team response is boosted on Dragon 1. Alert. Currently
上面还有弹，想说应该没事。多120啊！再喝罐水看看，就上150了。敢出来开大就给我偷吃！啊，喝一罐水，基因上再多20%，我不知道怎么算。到60这种爽感，你知道吗？60什么鬼啊？你自己吃一定比我更高啊！你品尝就比我更高了，你看能不能上70？有吗？我刚有看到57啊，我没有办法打那么高啊，因为我是喝水。啊，对齁，你不行再喝水，因为你已经用了它，你不能一次吃两个。我酸的、欸。哇。会笑枪套谁啊？看巴利啊，巴利啊，我一定就巴利、哦。看看看看。哎、欸，有分享出去吗？那个 T 要压着，应该有丢出来就有吧，有个声音。哦。都是卫少啊，怎么没有谋略啊？这牛鬼，干都没有开拓者啊，孤星开拓者，我配到冷门装阿尔法。因为阿尔法搞不好可以配一套嘞、欸，不知道没有去看过。哇，阿尔法看枪的状况来决定走向哟。嗯，那这种 G36到底有什么用啊？这么多把。哇，啊无言无言，丢掉。歪西歪的，都歪一个这样。哇，没有灵装了。猎人之鸟，马里怎么了？马里哇哇叫。因为以前枪套有洞，现在没有。对啊，以前好像枪套有洞哦。会差很多吗？因为如果装的有差的话，我们没什么差。现在枪套是不是打到一定三个属性？我记得以前有那种枪套是只有两个属性。的确，我以前的枪套没有主要属性。哪个要去拿？只走下来看一下。会不会等下就升怪了吧？这个要转怪啊！所以发力保区安全。啊？所以你要先去校正吗？还是继续打下去。我没有点住，完，下打到后面这样。这个打下去，就打到灭，打到灭团了。哈哈哈！继续打下去哦。去挂麦嘛。那我带什么天赋啊？你，好，那我要换吼。那你要我，你用扫描好了。我用扫描。下面那个空间怎么办？不知道哎、欸，可不可以把你过来啊？就一起开大，然后冲过去把他们一口气灭掉。对啊，我就开下杠啊。那个，我现在不是防御大，我现在攻击大。麻烦换防御大好了。OK， 走吧。没有中。啊，对哦，
左边比较直。开吧。我们在 CD 耶。在 CD 哦。好，那我们可以开。先丢球。哦，好痛哦！这边冲出大只的来，那边也太多了吧？这么多、啊，对吧？哇，这次去找阿翔，阿翔放弃吧。超多的，要躲哪里？这个哦，真是没什么地方可以躲哎、欸，而且每次都喷车子不会过来。那把他们拉过去，可以拉过去啊，对啊，是可以拉过去。从旁边打的话，应该是还有。靠北弹药用尽，后面有个弹药箱啊。啊，来不及按 T。灭团。所以要重来吗？还是要打什么猎主？列准哦，我觉得这个恶心程度差不多哎。对，那个列准上挑战也很难过。我还想看这边有路吗？啊！哦，被发现。貌似都没有。冲啊，阿翔冲啊！没有路。啊，拉过来。拉过来又会被车子啊！这掩体真的很差。还是要直接冲进去，要打狙击。我接近那个工程师。
他、啊、这个车一直来，也没办法跟他玩这么多枪。我们之前是怎么过的、啊？然后没有，刚才是直接开大闯进去了，把狙击杀掉。哦，把狙击技工杀掉这样。可是最后一波还是会有技工哎、欸，要怎么办？那个你可以在这边等啊。像他们掩体，他们就没有办法用掩体放车子。哦，一枪打！哦，我救错了！哇哇，枪打！太乱了，太乱了！中国军吗？太大了！下杠了，哦，还在救，算了，我觉得不行了，不行了，你们先退，先退，哦，还发一退。好的控场哎、欸，这样子。对啦，难怪五两个火力上不来。没差了。另外一个是我把扫描换掉，所以你可能觉得暴击率会稍微低一点。对啊。Fuck. We're gonna need roads to pick up. Oh fuck. Roads. Need you the PCTT system. What now? World on fire again? Possibly, literally, yes. Need your magic on the garage bay crane. Okay.
Agent, hit the dual power buttons and fire this thing up. I'll see if I can get it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h, fuck. Gee. This 弹药不够哎。散弹枪不是。是要有一个那个弹药包啊。什么武器？开了吗？要吗？一，等他们。是要有弹药包啊？那你的弹药会打到空空？我帮你换，帮你换呢？我帮你换了。嗯。左边下面跟右边下面的地道也都有一个那个弹药箱啊，如果想要拿的话，对啊，对啊，可以偷拿去。干而净。OK， 就不用了，不用弹药包了。可是你要有机会去拿耶，这应该很痛吧？这是要怎么打、啊？要去直接开啊？因为我右边。没开，现在没开，现在应该没开了，就是他那在播开始放那个。在一起。你现在面向他最近，你按那个按钮，在按那个按钮的时候，他可能。我不知道我开大一点。我家完全变香港流啊！要吃的大，我味道还蛮值得的。怎么样都可以到手啊！一直回弹，弹很好，续航力超高。都武器一下，
伤害眼底，这个眼底有一点伤，然后眼底的烧药。好快啊，比之前好哦。之前在困难的英雄欸。果然用下杠可以也比较快。啊，如沐春风。这个真的蛮抢色啊，如果不用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打、欸、准备要按下一次爆了，你杀敌都没有断过这么凶的，他、啊、怎么就呆掉了，被困了、啊、很晚了，我杀了又来了，你要不要去拿弹药，西山啊，现在Jack should be okay. Cross all the bits you got to cross. Wish us luck. Okay, you stop.后面，后面，后面。生态，哎呦，翻翻翻！我站站起来啦！那我要去哪里啊 ？Stuck again? This is government.右边，右边，啊，这边，这边可以炸，这边可以炸。哎、欸，我就到。先不要救我。不，现在救没问题，现在救没问题。
我多台钱哦，那会快一点吗？多台可以提前出大奖。现在。在左边地道哪里？进去右转。下一波炸喽！你也可以撑住回来啦，因为那边等下才会炸出。我可是如果是被枪打的，那我就不知道。这个狙击很脏嘞，对。
左上右上出小怪，应该是吧？要不要拿弹药？还有八百魔法，快九百，八百，我还满满的。白痴，这还蛮短。对，白痴那么短。哦，对吼，这也是够飞机呢，哇！两火焰。被挡住。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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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吗？我们开错。对啊。哇，打到头了，为什么？干，我们需要过了。The word so messed up might be commending a minor commitment. That fire truck. 一次过。哈哈。双位上。Makes me think we haven't heard the last of them.We'll have to keep an eye on the terminal and make sure they don't come back. 到一个开拓者背带啦，不假啦，真。开拓者。哇，不算好耶，干，有点烂。加强版是36。嗯，跟我们前面后面掉的招都一样烂。看，真的。只要时间吗？欸、我也拿到十眼的、欸，我是十眼应急包，我也拿到十眼，我是枪套，哇，有人抽到一套了，十眼一套，可是我的套装用不到十眼、啊，反正两件就会增加狙击枪威力，对吧、啊？感觉就那两套看起来蛮威猛的，四套变成废物，可是我是缺手套。都变成废物，就真的很废啊！至少人家拿去测打 PVE 很难用，打 PVE 很难用 ，PVP 勉强还能用，啊，你没有说特别强，这样就是不用瞄头啊。反正融资时期有这么简单，为什么莫名其妙过、啊？我们居然过了、欸，我回去卖一下。是我，哇塞！你看那个什么，那个超难的啊，那个什么，那个猎隼啊，超难的。天际也超难的。天际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过。
天气我真不知道怎么过，要怎么样不也没办法硬吃啊，就是放那个丢最终。哦，哈哈，走走。对吧？通常会倒都是那个掩体中间会有一个断掉的时间，这样。那你怎么让掩体不会断呢、啊？啊，还是会断啊，就一下下，可是那个会被瞬秒。但刚才后面刚好有一只，那超危险。如果你有两个，就是有两个人带掩体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稍微破布一下。Hey, anything you looking for？ 嗯，哎，你们都回去了？我去卖东西啊。他、啊、那个装备拉上来，搞不好可以打看猎准。如果接那个左下角的话，不知道打不打得过哎、欸。猎准可以打到什么？最少谋略、欸、以前觉得谋略超多没什么价值，现在干什么少感觉真的常拿到谋略，对啊，到处都谋略，难道不想拿？干没有谋略又不加伤害烂死了，这样这个是太可惜了吧。好，一般打一场看看，打不赢就睡觉，这样Best gear in the city. Check it out. 灭到觉得没有救了就睡觉了。先从挑战开始吗？我对他有一点害怕。啊，你们传送过去啊？我传过去了，还没开始啊，你慢慢来啦。哦、oh. 嗯。我只是开任务而已。太要不试试看打那个左下角那边、啊、我如果我一直可以补到三个人，可以让那个子弹一直持续。啊，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波啊，乃哥，你知道最后一波的那个炸弹在哪边吗？对不对？对。那如果办法开大冲上去把它秒掉，你可以直接去装炸弹。可是有点危险哎，他有时候跑来跑去。就是他一出门就直接控，然后直接秒掉这样，因为他是第一个出来的。可是就是要等其他人出来以前先把他赶掉，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就是有点很难达成。可是不这样子的话，这一波秒战啊，因为如果没有就秒的话，那一波因为那一波会一直放那个溜溜球，有没有？然后四面八方溜溜球会把你打出掩体，打出掩体就会很痛。然后站在那边呢、啊，就是楼梯下面啊，平台好像会被那个炸掉。然后要把它丢在那个阶梯上面的管子上面，就不会被炸到这样。换这把技术高超，可
可是这边的敌人硬很多哎、欸，就刚才那边那个敌人比较软，对，敌人硬比较多哎、欸，还是可以拿啦，反正枪还是很短啦，但是很痛，而且这边可能要配狙击。我来了，你来了。可是叠头，叠头比较快吧？我拿下杠叠头，但可能有那个吧，太破又在爆。没有，你拿下杠叠头，你会发现叠头还是很难。我几乎敢跟你保证。因为我现在下杠的威力是最强的。这一关我会难，我觉得它难在那个，如果你跟野团组的话，你没有办法跟野团同时按下那个按钮。对，就是不知道怎么看。如果那个按钮不赶快把它解决掉的话，那时间一长就完了。就完了，完了。凤霞，你为什么要干我？啊，好，我等下要睡。好啊。你叫我调一点，起来，起来，你要九点起来，你就开始在打狗狗，起来，起来，GTF radio transmission detected. 喂，你听到这？ That missing JTF unit is still radio silent. I'm hoping it's just the LMB jamming their comms. Isaac should be able to decrypt the signal if you get close enough to the source. Just keep yourself in one piece, okay? We don't know what we're up against yet. 这边开大直接冲吗？Lighthouse, come in, Lighthouse. This is Falcon 2. We're pinned down. We're losing people. Requesting extraction immediately. For Christ's sake, get us out of here. LMB encryption decoded. JTF radio channel is now restored. The radio's out. No one's coming for us. Then we don't have a choice. We need to break that APC and get a C4 charge on it. It's the only way we can stop that thing. How the hell are we supposed to do that? We're dead, man. We're dead! Why'd it stop? What's happening? It's our opening. We have to get that charge on the APC.We can't let that APC out of there. Whatever it takes, agent. We got more. Perfect. Just where we want. All units, reinforcements. Time to take out the division. Hey, 奶哥，现在有爆炸，搞不好打地道挺简单的。打得小。现在是啊，现在会把这个炸弹。还是 B 枪还是 B 弓？打到我了。
这个等一下。你尿尿啊？好笨！我觉得好像有种进步的感觉。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 我感受到开拓者的隐威。哪个还是没事？哪个还是噪音？还是两套最终都没有变，好像还比较变。我还变更硬了。我操！很用子弹打你。滚呢、欸？为了叠山会滚，我看到他在滚了，终于就要进去了。耶！我给他们排头，装。可以拿小枪。超炸的、欸！干！阿志，阿志，阿志！啊！他都没聚在胸就不好了。Drones ready for it? Launch the drones. Let's get this over with. 之前救人救的要死。哇！快掉了。还是没死，都被秒掉。找一下，之前是太累个。哇，这个进度有快。We're gonna need more than guns to take that APC out.See if there are any explosives in the area. 之前那个队友差了。超三打没有变成杀。所以等一下还是打地下道吗？要打地下道。对啊，打个地下。真输给他了。
跳舞，人家会跳。耶！拿蛋，我拿蛋。Shit! They took out the turrets. Then just run the bastard over. God, that was a bad hit. Those fuckers die now. Ooh. Sir, permission to use missiles. Just do it. Fire now.最硬的，有时要想摔，也可以啦。哦哦哦！你不用走近一点。你看我很大。大哥，你那边那边看球的时候不要看太近，蛮大单。这个交给狙击哥来啊！反正想，刚从右侧过来了。我干掉！真他妈的，挡住了！好可怕，就是下面都没烟，还是说以后可以考虑放？只要三十回打，知道不知道？后面要闯。对啊，就在底下就可以打到上面。哪里走？来个你包子。The red kid, sir. Keep up the pressure. 我来来。不敢扫欸，我要扫的是一只。Captain, we're in position.About damn time! Go, go, go! 放掉！哎呦！对，后面那个白色的小房间是禁区哦，在那个里面会被炸弹炸到，很难进。C8元直挺挺的站着，耶！这 sniper 什么？等一下，好像是我旁边这个门会出闪弹。对，还有一波很危险，会踢两。Get more drones ready. Won't be able to find nothing left after this.
路人机哦。这种 fish can't land. Don't get too comfortable yet.哦、oh. ，Got that son of a bitch！ 所以那还是不要过去啊，在这边炸到。一个 sniper 那边，在我对面。我把他杀掉了。哎，对面二楼有一只，也没了。没了，现在侧门应该会有一只。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 Warning,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detected. 弹枪来了。哎呦，直接变成拖耶！哎呦，很顺哦。我的帽子直接打掉了。哎呦，哎呦，哎呦，没卖哦。我被我一提就是乐色啊，但有人提就是不好讲了，算了。啊啊啊！哎，我没有注意到哎、欸，多亏了把你叫这两个。抱歉，你这个雷同的事。哎呦，刚刚一干那个，他被人机房去打。要怎么去打？往这个西方去打吧。哦，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有些机用。哎呦，被 sniper 的。你可以瞄慢一点。瞎了啊！哦，瞎了先亏回来嘛。要拿着弹药包。为什么他有办法瞎我？可以啊。嗨，来个冲啊！啊，楼上有狙击啊，楼上有狙击啊。冲啊！那个谁啊？那个用枪，我们去拿弹药。好，来快来快来 ！Agent, you need to place those explosives. 我要拿弹药。哎、欸，这已经被开了，你快点！我一直开大狙。可以啊，可以啊，对吧、啊？我那个会回来，跟着狙击走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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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就回去归在那个角落那。Then just run the bastard over。上进啊，冲上去！呀，哇，哇，呀！哎，可是你还是冲上去嘞，你怎么办到的？Captain, damage sustained. 没好。Get your shit together. We're almost there.需要开大姐跟我讲、啊。我去救他。我被爬落去。
把你送过去了。放手，你还可以冲过来啊、哦！可以可以。下去就挤。我要挤耶！被那个炸的好。右边打了几排，然后走。我在正在干狙击啊。想到他右边打，有两狙耶。哦，倒了。泡泡要放在上面的管子上，是哦，放地上。靠，贴的这一面上，不能放地上，会被炸到。放管子上，就丢到上面去啊。你可要贴住这边的、啊，对啊，你可能被丢哎。丢到丢上面了。哦，上一段应该可以吧？我说丢在左边这根圆管子啊，我不知道原来那个也可以丢。哦，对对。丢了，哎、欸，我就丢这边皮啊，这左边这个我会被。Morning， 我来了。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有闪电枪，这边两个下枪。完了，右边。啊，被打死了！这要开打、啊。我刚有开呢。换位，我敢打！哦。右边那只哎、欸，叫哦，那只狙击啊，就右边狙击，瞄不到他，跟他打到你。就是还蛮屌的，太会。就那边应该就不会被炸到了吧？这不好丢啊！你要站在法理这个位置，或我们这个位置比较好丢。是哦。你要站吗？Morning, 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 哦，这边有人在上。要站。不要贴那边了。Got that son of a bitch!
正通常只要引擎还在。包包很难丢，包很难光了。直接把它闪出来比较快吧，因为这个。他没有三台飞机，因为这子弹的时候，这边还有一只。Detected. Hero 2加上了，没看到，这些人都是机枪。狙击枪一发就可以把他打死。都没了，干，有啊，这边有啊。奇怪，上一波只来开一次，为什么两个都开了？我开一个。
啊，比哥通啊。要开大吗？不用不用，狙击可以。海哥护甲被扣啊！ Jesus Christ, we can't take another hit. Get on it. Shit, hurt. Doing what I can. Silence down. Son of a bitch, get him back. Load it up, sir. Fire.又来，我好酱油哦，没在攻击。你就是开设攻击，等一下你就需要攻击了，那个门你会出不来，你把你的花灯拉掉。哪个比较硬？都最好的有比较硬。行吗？被无人机干掉了。想把无人机干掉。哪个在干嘛？老鼠。还有那个无人机啊，啊那个那座墙就贴那座墙会被炸，然后应该说会被炸。对啊，没有敌人了吧？没有了。下一次 game 的话，下一波敌人会看不到在哪，后面。
装好了。没关系，贴着，贴着。哦哟，哎。那个位置会被打中，可我打不到他。灭哦！我超衰的、欸，他怎么打进来的？不知道哎、欸。哪一个站起来？因为我站起来，刚好靠过去要打我。不，你站起来，然后你的头也到了他的那个范围。啊！重新来呀！对啊，你们觉得很倒赛？你们觉得这关比刚才难多了？靠背。而且这只是挑战哦，还不是最难的、哦，什么是挑战？对啊，是挑战、哦，打地道就好，好打地道。Why did it stop? What's happening? It's our opening. We have to get that charge on the APC. 现在奶哥有那个开拓者，搞不好地道。会稳很多，然后不要一直让那个兵冲进来，这都没有。该了。We lost them. 哥，你那个。We can't let that APC out of there. Whatever it takes, Agent. 射眼底，射眼底，然后你刚好从前面经过。Captain, who's that? 射在眼底。I'll be damned. It's division agents. We're gonna make the most of this.All units regroup on my position. Team, all units regroup on my position. It's payback time. Over. 左侧那边不要乱移动。Yes, 也没有去自己去待的地方。
到。Damn it! Deploy the drones! Shut those bastards down! Yes, sir! Drones launched!飞过来到我这边的，真的延迟了一下，等我一下。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 We're gonna need more than guns to take that APC out. See if there are any explosives in the area.Target down.Agent, you need to place those explosives.
两个扫掉了。Shit! What was that? Take him out, damn it! Missile barrage ready. Fire! Send those bastards straight to hell. Hostiles detected. Hey, 看哪个动作好奇怪啊！他蹲在地上射，蹲在地上比。我也看到了。就应该在摸手表，会爬。都被干了。我超好的时候的狙击机枪一定会爆炸，可以把那个什么轻机枪蹲着的状态直接把它打到站起来。Breaking my balls here. Not for long, coming in.
超人在这。Won't be able to find nothing left after this. 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 Alert. Explosive device detected. 来了。Yeah! Keep up the pressure. 两只，三只。后面还有，
Agent, you need to place those explosives. Top down! Son of a bitch! Get him back!要开大吗？Hit back! 啊，等到Let it rip! 反弹哥，Take him down! 隧道眼的时候再开，我那时候认为，我哪个屁股好硬哦？我怎么练的？这没死哎！阿翔，你怎么了？诸位，到达了。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哦，反弹哥左两只右两只，来了来了，哦 ，Yeah, keep up the pressure. 这是玻璃大炮。过来几架，这边接，太危险了，我连火弹都吃下去，然后左扫两发，右扫两发，你把他们挡住再说。哎，凤翔没有开拓者吗？有啊有啊，那我开了。是因为他本身可以开吧，他可以帮你吃，你自己可以再吃啊。自己吃会控，他吃不会控，你吃会控。你就这样，右边一只，左边一只，哇！子弹来了，中间。哎，他被闪到了。左边来，右边也下来了，打右边。好了，
三。好。Hostiles detected. Warning.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detected.冲不过去了，太痛了。还是要消杀掉一些那个要狙击。Agent, you need to get those explosives placed. What the fuck? 直接可以买了。把他掉下机啊，好废好废，还给我飞车。
hostiles detected.超冷，好像都在外面，没有想要进来。被害路了。那种，都变成自己了。包括机枪塔也会哦。回了，要跟他硬干，回了。是的。
target down.后面，来这后面，后面也有。哇，撑不住啊！啊，有困难，有困难，有困难。刚没看到散弹从哪里来？对啊，因为散弹那个扫描还没结束啊。那就是我要挂扫描了。可以啊。Agent is leaving the team.睡觉。